如果你要推广 YouTube 是比脸书好推广，是有脸书的，由 YouTube 去推广到脸书去，它比较容易打名声，它比较容易打名声，因为 YouTube 它很爱帮你推直播，你直播固定开以后就越来越多，你不用去说我要宣传什么，它会自动帮你曝光。就是你现在讲才知道，哦，原来可以两个同时。可以啊，我弟都开两个啊，我是不想要那么麻烦。我弟都开 YouTube 加脸书，啊，我是不想要那么麻烦。对啊，我弟就是另外一台，他现在在嘉义啊，帮信宏直播那一台，他都是一个 YouTube， 然后一个脸书。六刀。真的下去做脸书你才知道不好吃，因为你会觉得脸书就是那样子，你要在网上，我跟你讲那个那些什么很多人的，他们都两个，第一个送东西，第二个打钱，对的对的，他们都是那个，我做可乐还在，而且公关公司。公安公司，他会跟公安公司说，我今天要。我做哪在哦？是的，哎呀，我讲，做银行保平的，银行咱就无做银行啊，做银行健康也无，即无保平的啊，无保平，我只当我保钱了。那太贵了。所以我都无保平的。对啊，所以。就是两手，你没有办法用钱去赚。怎么老是臭头人家？我们要做这个。五个人，反正五个人，你要买臭头，无得买了。我们都做。那臭头要贵一些。才做得久啊，那一直打。你最厉害不？就是七。别搞那点。水灵早。你大妹嘛真大妹。你老铁啊？会得早。你老铁啊？你没老铁啊？你这应该厉害了啊！我知啊，有啊，讲啊。厉害啊！我听错的。你想直播未？你想直播未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我来问一下你啊。哎，还没得做搞了好不？哎呀，几个都三斤十八了。小五招。哎，帮我按到200个赞，快点，差十个赞，帮我按到200个赞。250。这是 iPhone 自己，而且它有的时候会断，它会驱魔，它的声音的，它会自己去，距离它越近的声音会越大，啊，距离它越远的声音它会降很小。它一开始播的时候，他们说都听不到他们的声音，所以后来就弄个那个收音的，让它收远的声音。然后这个又很麻烦，这个不能有风，有风的话。风声，所以，然后降噪的那个又太大声，所以我就自己弄了一个这样子，先弄个海绵，后面再用纸包起来，这样防风加降噪，防风加再包一层，降噪它原本就有，对，这个是这个脚架扣的，对，然后刮出来这个是它原本就有。哦，所以叫靴型啊，靴型这个很多那个脚架都有，这个没有，这个叫这个都是现在基本配件，那你可以夹，那就是手机夹起来要上面一定有可以让你夹那个东西，这个都固定的，这个没有什么，这个几乎100%都是固定设备。真能骑呀！我包，就攞啲见面比赛先。我来，今天来帮忙而已。今天有隔离南雪鱼，今天有雪鱼啊，路上有。哎呀，今天有雪鱼。乔三，
遐哦，只，只遐无啊？系啦。就咧问就对啊，听无随个大风吹，听就对啊。我话了啦，我话了，我够少你啊，够少你啊。我看你够刚啊，够少你啊，真正。你三百一万无？我话你五百六诶。诶，三百一万咩无啊？对无？阿伯啊，阿伯刚刚有。八万八，八八八八八八。你那个脸都不错，我觉得也是有点像，一根一直都没剪掉，而且一大家都进来哦，然后立顿就是把你压压压压压压。啊啊啊啊有十步人的经驗啦，你知唔？係啊，都唔要叫佢站起嚟。你等，你咪嚇伊啊無？等下等伊到厝下就無同款啦。係，真係好貴啊！這個三百，五百，你沒有算？五百。今天有鱼皮，今天有鱼皮，我有看到鱼皮，今天有鱼皮。你说哈喽，你什么时候再来买头刀？今天不是，今天是阿布，不是阿布哦，阿布是有礼拜六下午的，阿布啊，阿布啊。给看到啊。四尾刀。像这个收音的话。大家都坐前面，然后如果我没拿过来的话，我声音他们就是很响。他是这样子。对，你的状态是像我们买的那个，他就坐在这个地方。真的啦，因为我要，一对二，一个充电，一个。可是我们的也是这样吗？哦，我们的也是这样子，他只是一边充电了，一边就是收音的，他一个坐在身上，他一个。对啊，我们的也是这样子啊，接出来的。你那个收音是无线挂在身上，无线的，对。因为我这个不适合无线，无线。所以你这个就只有给他收音而已。因为我用到麦克风，他没有，他是没有做那个麦克风的。麦克风不适合，因为要收他的音，加收我的音不好弄啊。还有，所以你直接做这个收音。有精力给你哦。啊！你用的啥？在学功夫咩？喂，你用的啥？你每到地上面，你就要学习的。你穿了家就出来了。出来了。我都穿到外国去了。就买那啦。可是我够。我们切这个要拿铁锤。这个要铁锤？鲑鱼而已吗？女生的，就买那太无搞啊。鲑鱼。对啊，干啦，因为不好的客人就不会那么搞。你自己是切石斑，还是要铁锤？不会那么搞，不能。石斑刀，你要粉刀。还没加上。你要粉刀。石木鱼。最近没有吗？这回赔你啊！这回赔你啊！一回啊！这回二锤，这回一波啦，这回一等二个啊，二几个啊，不到这回啊。阿哥，你好。九点，四目一品，两百。四目一品，赶快过来拿。贵啥百货啦？贵价。吴凡，我跟你说，唱歌我要。我要你带我去某些地方，我才唱得了。在公开场合，我现在这个地方单曲没有力。来，这两杯过来。两块六。再买两个。两块两百五。两块两百五。对啊，吃饱了就好了。你等下订咩白啊？你白啊？阿伯，阿伯，阿伯，点先不点？你好，叫我点白无卖起啊？你白要起出来？你白要多少？千块。
我昨天是，我上个礼拜是第一个客人来。哦，你这里你哦。对，我也没来。你卧床三天，因为不是我弄的，我怎么知道你卧床三天？光你有没有调床？你卧床又不是我搞的。目的是有没有调？我要说真的才好。啊，你要找到，你要找那个好的，你要找那个地方比较好才要去哦。我委托我你查吧。不管。五八。报我报了。好搞啦！好搞啦！八，好搞啦！两颗两百吗？两颗两百，你你问下六六好多钱啊？六六好多钱啊？一万吗？十五一万，你好狠哦！我好狠，你一个熊，你两颗两百都讲错啦，你一个熊。那个我花四万咯，等你没有要花钱，小姐不用，小姐不用，小姐。我唔系讲你个，头条起啦，我咪咁搞。下一位，下一位。不会，我回去不看我自己的影片。你有看影片？我回去不会再看了。你回去不会再看？那你像你这样子，会遇到上回讲的就会遇到，比如说，我们直播卖东西，对不对？那上面打的跟我后面我再确认的底下的留言，前后的顺序是多少？不会。这个不会、啊、，YouTube 不会，脸书会。我记得脸书好像会吃字。它除了吃字之外，比如说这边是你先加的一，可是我底下的留言是你先加的一，你在我后面。可是不知道上面有直播，上面是你先加的一。YouTube 没有这个问题。你没事啊？对啊。哎。啊。夸张。我记得那个里面我看到有人在直播常常抱怨说吃字啊，他们遇到是前后顺序的问题。这里离丰原火车站如果是大概1.1公里左右，骑脚踏车大概5分钟。明天东莞新场是我弟去拍啊，我尽早。这很好吃，真的很好吃。全省一带的酒店不错啦，我又不是要去酒店，我是说要那个音响比较好的地方。谢谢你啊！不会，这真的不错，很好吃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一个新场大概要1个月。一个月慢慢才会。昨天开始讲，我刚才叫你来试一下。来，你就点点擦。好啦。好啊。你要点点嘛？不要，你就点个老黑，个老黑讲啊。你拢讲迄不是？你拢讲迄，你拢袂晓去回答，拢讲迄有诶。有啊，开讲开车啊。好啦，就拢得先来个啦。对啊，对啦。我好，我卖完下午就去烧。我说那个面店阿姨没做，满足没做了。然后我说好，那来我买我们的货，餐餐都有鱼哦。不是，卖完鱼之后下午去当少爷，然后隔天早上再去带鱼。那我懂。明天去直播的，收音。对啊，讲不该讲的卖啊你。卖讲话，卖个你个卖你个你讲出来哦。你今晚拢转少店的朋友呢？应该是会看哦。左边是朋友，左边的是朋友。不是 YouTube， YouTube， 今天 YouTube 好像早上有市场直播。你喜欢去泰金店？泰金店是准的吧？哇，这么震惊哦，书凡。早早，是清早。YouTube 应该现在海鲜叫卖直播有市场。
对的。这是这一场，对。难怪你是，所以他的直播在这，他的直播是用 U 盘的。这个是。所以他的直播没有，只有石木鱼皮。没有，就是台中的都是我开。有啊，我那个是我因为我住台中，我自己是，因为他礼拜二只有他嘛，礼拜三是台中东兴跟和美，所以我就是台中，我自己跑了。礼拜二到六，你看这两块无啦，这在不是，是我自己。他礼拜对，然后礼拜三在台中，台中是我，然后。然后礼拜四就是今天嘛，今天才公园是我，然后加一个我弟的。难怪有的时候都只看到他儿子的。对啊。你上 YouTube 的呢？你上 YouTube 的呢？他是用 YouTube 开呢。每人八百万。有啊，今天有来问个特别。有人问头五个问啊，介绍，我朋友啦，好朋友，要过来看，赶快过来。美女啦，美女啊，美女，这个手里那个叫做超级啦，叫做美女。哎呦，我签到了，你也是蛮喜欢那美女。做这样，弄点爆料，爆，还爆，新搞伊。金爆哦，金爆我变啦，金爆我无啊贵啦，无啊贵，只炒两斤啊，只炒两斤啊，爆好尔。哎呀大摩我不知道大摩是什么我今日买买只无买啦，只买讲只食。卖讲安尼啦，三五万买来够平啦。有听袂到我只车只只来十万呢，五万块不够。你来只电差不差不多只个。对。因为头前迄阿元迄搭吼，看到我脱落了，紧张。无呢啦，无呢。十万呢？你看电差不多够平啦，十万只系差不多够平。十万，今年就只我只系只两斤啊，无两斤咩只系。有一个助理啊。哎，哥哥，这位哥哥。啊！你面无炸鸡，个个都不炒五十块元。那好吃的，炒饭什么都好。你咪搞骗？应该吼，你咪搞骗啊！小事，不用骗啊！你就钓来，我那来做来，来过来。好，这么好，我们都没过来。你爸爸黑麦四五毫厘吧。我唔知你，我冇呢种，我唔知你。哈哈哈哈哈！就是我上个礼拜有拿那个单的哦。啊，某公司我们在后黑麦子啊，不晓得有没有五毫厘吧？第二波把它讲，我讲唔在五毫厘吧。哦呀阿鬼跟阿鬼，你可能吃不消哦，你要两个。怎么像你给我分？你要人腰不行了，还要两个，最好是不要出一张嘴，好不好？恭喜你们，拜拜。先开张嘛，嘿。
爆酒就是两百。三百啦。两百包嘞，面两百包嘞。两百包哦。迄条两百卖，两百卖两百，这个大龙虾大尾，搁卖两百包。不是两百包哦。嘿，一尾一百六，这大尾搁卖两百包，我空掉的哦。好。拍水拍水拍水。我是要小只啦，我都不爱大。不爱啥？伊嘛是变要大呀啦。我都要较细尾就好啊。拍水拍水啊！几尾啊？几尾十八个。哎呀，我都问两个人。我才看到几尾。一千块钱一只。好，等一下。处理啊！你讲盖偌济人诶？对，拢很难。这个很大吗？来。拍摄啊，头啊！你问两百包嘞，你用这个拍摄对吧？不会啊，不会啊。那等一下放在这边。